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咁牧师头先嘅分享咧，即系让我哋更加可以好深经历到咧。即系十一年前，当牧师去讲2012信息咧，就讲到啊，嚟紧个灾难啊，甚至美国嘅 Freeman 佢做咗啲嘢咧，系好唔寻常，即系做到好多嘅交棺材啦，做咗啲裹尸袋啦，即系预备好多好多咁样。咁即系甚至当时牧师都讲会有宵禁啊，不法统治。即系我谂好多弟兄姊妹当时去听都觉得哇，即系原来世界将会变成一个咁嘅光景。但去到今年嘅疫情咧，就真系见到哇，原来就串通晒所有呢啲嘢，变咗好合理。即系好多美国嘅医院就停尸嘅空间都冇啊，直头。咁所以呢个就牧师所讲系咪就系好明显 ？Fimis 系幕后一班真系时空穿梭嘅人，佢哋今日预知到咧。即是2021年、2020年的时候，其实世界会有一个这样的灾难的级数，而预先部署呢？是的，因为我其实我们要想清楚一件事，就是如果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是神有个 plan 要执行的话，那那个一定不可能是随遇而安的，而并且那个计划是为到每个人的救恩着想的话，那那个环境是一个叫做说安排好的环境来的，是一个设置好的环境，让人呢既亦知道世界结束，亦能够在那个过程当中选择去信主，并且作出他自己信仰上的贡献，这个才是最好的。而不是哇，即好像世界大战，哇一路来过去全部都变成尸体，那就哦，那就叫做七年大灾难。那么那个就变咗唔似启示录嗰个要达到神一个典型嘅藉着天使去收割嘅一个目的啦，系咪？因为最后最大嘅 harvest 就系启示录嘅时候，咁所以变咗神系要以嗰啲人嘅灵魂能够信主，而并且佢哋嘅性格又系即系贯彻始终，系佢哋嘅性格系能够走向神期望，身为一个人喺灵魂里面应该有嘅质素。咁所以变咗里面有两样嘢要达到嘅，第一样就系话教导。因为嗰阵时冇时间再撞啦，冇时间再试啦，冇时间再安逸噶啦。咁所以变喺嗰个时候，人最好嘅嘢可以出嚟，但系最衰嘅嘢都可以出嚟。但普遍咧，100个人当中99个都出晒最衰嘅，一定系咪？因为佢哋个背景啊，因为佢哋嚟自一个安舒嘅时代啊嘛。咁所以变咗喺嗰阵时候复兴当中，能够想象咁、那个信息就一定好传备、好真。咁我原来我哋就做紧呢样嘢。咁所以第一个系呢样嘢，第二样就系个设置啊，就系有冇咁样环境俾佢哋发展同埋发挥佢哋个信仰。咁呢个就要有一个安排，因为嗰个唔系讲紧一个人或者一间学校，唔系讲紧个城市，唔系讲一个州，系讲紧全世界。所以变咗到时会有一啲咧就叫做系杀鸡儆猴嘅鸡，但有一啲咧就叫死剩嘅猴喺度咧去 struggle 去挣扎，去知道呢一下打落嚟咧，今次就真系。要改啦，改咧就最后机会都失去啦咁样。咁呢只鸡咧就一定系美国噶啦，唔使谂，杀鸡儆猴一定系美国喺呢个大淫妇喺呢个点睇个大淫妇，唔系话佢喺俗世里边佢哋系好奢华过甚，系讲紧佢身为基督徒佢哋奢华过甚啊。身为基督徒佢哋净系谂住钱啊，即系话佢喺成个信仰当中净系谂住 rich and famous 啊，即系咁样去度过佢哋成个信仰。嘅一生，佢哋嘅追寻，佢哋嘅争取，佢哋嘅维持同埋维系，都系完全以奢华去做。咁你全世界一定唔可能话喺信仰上咁做嘅咧，咁系印度啦；喺信仰上咁做系大陆啦，一定唔会噶。你一定会系美国，唔使谂，英国都唔得，欧洲都唔得，一定系美国。咁所以变咗，如果我哋唔系以经济去嗰个嘅概念去睇世界，咁去拣呢个大淫妇咧，我哋反而喺信仰上面将嗰样嘢巴拦咗去睇呢个大淫妇咧。咁美國就根本係冧咗身，即係一定係佢哋噶啦。咁而事實上，亦未試過咁多年，亦未試過就係話美國嘅總統係同呢啲咁巴蘭嘅牧師走得咁埋，未試過。係阿 Trump 啫，係佢係唯一一個總統係走得最埋，而並且直情走到咧有少少都已經係唔正常嗰種嘅現象啊，差唔多可以話政教合一嗰種
嗰種嘅級數，但問題佢合一嗰個亦唔係話叫做好嘅喎，即係嗰啲淨係巴蘭嘅牧師嚟嘅，咁所以變咗喺即係而家我哋所見到嘅現象，好明顯就係呢一個聖經裏面所講嘅呢個時代，同埋已經係好明顯喺而家嚟講就分到出嚟啦，咁樣咯嚇。咁但係如果咁睇嘅話咧，如果美國真係呢個巴蘭嘅話咧，亦係呢個大淫婦嘅話咧，咁今次呢個疫症將會再嚟一下咧，嗰下就會差唔多將成個美國滅國嘅啦。因為而家已經睇到係好明顯，因為如果以關於信仰上受嘅衝擊咧，就美國話好明顯係會最犀利，即係佢喺佢哋因為之前佢根本已經唔係呢一種，好似我哋呢一種可以依靠神嗰種模式，佢完全依靠商界啊，依靠商業化佢哋嘅信仰嘅模式啊嘛。咁所以變咗呢一下今次呢影好似一棍打落去打得好型，但係按住啟示錄講呢一棍咧，只係一個開始，將會有一下咧係一日之間滅咗佢哋嘅。正成個美國所代表的巴蘭信仰是一日之間是完全冇得翻身底下滅佢嘅。咁而我哋應該喺呢段時間裏面迎接會見到呢單 case 嘅。呢一單 case 一出咧，即係大家都知道玩完噶啦，即係呢個世界玩完，即係唔會話再話仲有一個咩下一個世紀或者咩，係一次玩完。因為佢直情將信仰上面辛苦就高升，但係巴蘭嗰度一下一日之間滅啊嘛。咁所以呢個只係啟示錄清楚俾我哋見到會出現嘅時代，但好少會話真係一個時代當中咧係全球性咁出現嘅。但而家就真係全球性咁出現。啟示錄第十八章第四節，我又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我嘅民啊，你們要從那城出來，免得與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嘅災殃。全诚实爱上帝，始终不变，诚切心真自见。前路终遇到绝处崎岖多曲折，让我狂战。在世间千亿个场景碰见，难预测千百世事剧情各种转变，可自尘世事件。一息间失去似幻像云烟，神啊现容让我清风心灵。人生树幻现中等一天国定见，纵跟你却步去路经交叉线，也深信着你在人间。神啊让我垂钓尘俗的肤浅，求我全明正你警示预言，途经冲击的转变，仍持守胜过挑战，能跟你在终点铭记。更靠你面前